了这么好的同事就这样离开。汗，心脏主动脉剥离，新竹26岁级值班台猝死。警戒又发生憾事，这次是在新竹第三分局青草湖派出所，这名26岁无姓警员事发是在这个值班台。昨天晚上他在值班，被同事发现怎么趴着一动也不动，才知道他已经没有呼吸心跳，送医宣告不治。那疑似就是那个心脏那个主动脉剥离才会造成这个结果。平常他跟同仁相处都很好，非常阳光也非常和善。无姓警员31期毕业，去年来到新竹市服务，平常勤务正常，也并未超时工作。听到消息，不少同仁悲痛不已。很照顾学弟啊，遇到事情都会互相帮忙，这样觉得还算一个不错的学长。大家都不知道他身体有没有状况。突发中心新竹报道。